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呦，我看到了，这我开房了！这云衣坊的小爷真有那么厉害吗？这云衣坊的小爷呀，人称制衣圣手，这审美的眼光可是挑剔且独到，对衣服的要求可是极为偏执。是啊，他一手创办了云衣坊，专门定制高端时装，因此啊，这云衣坊虽创办不久，但却迅速成为达官贵人、夫人小姐们所追捧的制衣坊。 小爷，该更衣了。小爷。 今日是彩云镇的衣料采购日，咱们目前新制的一批服装缺少一种特制的彩丝线，不如今日前去采买吧。答应我的东西，别忘了。小爷放心，云衣路我已经到手了。拦住刘春霞！站住！ 李小姐，新来的天香绢品质绝对一流，您瞧瞧。哎，起毛厉害！哎，您看看我这个，小姐，好了，这不亮，这个。可。站住！站住！ 感谢父老乡亲，我们先跑为敬。老爷，快跑！你到老地方等我。好。小爷那么爱干净，完了完了。我的沙包。 小爷，你没事吧？小爷，你看我有没有事？快去云衣房门店准备干净的衣服。是。起来，小爷。小爷，云衣房门店已经为您准备好干净的衣服，先去换吧。小爷，别再让我看到那个女人了。 把这些脏衣服扔掉，回头再做一件一模一样的。
处理好后来买彩丝线的地方找我。是。 东西啊！陆以良，你是怎么搞的？弄成这个样子！哎，到底在搞什么？快把脏衣服脱了！放开我！流氓！给我回来！九儿。 怎么穿成这样了？九儿，走，快！九儿，你后面没尾巴吧？啊！粗鄙之人，放开我！别闹了，快走吧！这个插柜再对我动手动脚，就知道给我添乱。别闹了，一会儿警察就来了，咱们都快点走啊！走吧！喂，放开我兄弟！啊！你们。 竟敢和我长得如此相像！闭嘴！跟姑奶奶我长得像，是你的福气，轮得上你不乐意吗？粗鄙之人，竟敢对我动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关我屁事啊！反正又不是我一母双生的姐妹，我可是云一房的陆管事，你们俩大白天公然劫持我。 还敢偷穿我们小爷的衣服？喂，这身衣服是我捡来的，还敢狡辩？我要带你们去见官，关他个三年五载。县官，怕了？晚了，走，放开！站住！李龙，走，站住！在那边了。 陆管事，您怎么打扮成这样？小爷四处找您呢，咱们该回云一房了。我可是云一房的陆管事，难不成他把我认成那个女人了？陆管事，陆管事，走吧。给我去那边搜搜，别让那个女的跑了。追啊！ 都给我追！是。小爷，陆管事回来了。前面，前面，追！哎呀，不管了，保命要紧。追！在前面。 you
你们是谁？秦夫人让我们来找你。放心吧，我会尽早拿到你们想要的东西，离开云逸坊。陆以灵，你说的话现在还能信吗？你们什么意思？怎么又是他？在那边，追！他那边，快！快跟上！快！是。方才在试衣间，为何将我撂倒？哦，那是因为。我看到您这么的壮实，又这么俊俏，我实在是有些按耐不住。当你抓住我的时候，我浑身有一种，有一种被雷击中的感觉，所以一时间反应过激，才将你摔倒在地。下去，啊！下去！哎呀，哎，还好我机智。陆管事。今晚记得把东西给我。啊？好的。丝线才买回来了，今晚连夜赶制，不得耽误后天出货。是。听上去有钱多了，哇哇！陆管事，陆管事，陆管事，这些都是今日要扔掉的废料，请您过目。这些都是要扔掉的啊！是啊，哎，我去扔，我来扔。哎，陆管事，您这身衣服是不是应当换一下？哦，我就是要去换衣服的，我这就去换衣服。小爷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你干什么呢？小爷，我看你最近肯定特别累，腰酸肩膀痛的，我给你放松放松。来，跟我一起坐，向左，
小优，你怎么在我房间？我是来还衣服的。那为什么还穿着？这是因为……赶紧换了。现在在这儿换？我肚子好疼，小爷，我一会儿还给你啊，一会儿。语无伦次，行为怪异。这陆以灵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这才对嘛！不过刚才真是太险了，要是被那个大丑冬瓜当场抓住，那我流水侠的身份岂不就暴露了？先来看看我这些宝贝们。哇，陆管事，请慢用。啊，谢谢啊。俗话说，要想混得好，先要吃得饱。填饱肚子再走也不迟嘛。嘿嘿。太好吃了。陆管事一向端庄，怎么突然这么粗鲁？你突然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陆管事，苏家表亲乔小姐的衣服即将完工，请您去审查一下，看看是否有修改。如果没有修改的话，可以做最后加工了。好的。事儿怎么这么多，想走都走不了。请吧。哦。陆管事，之前您让把衣服收腰，还有领口的流苏装饰已做好，您看是否满意？长这么大，还从来不知道居然有这么好看的衣服。陆管事，您可是看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们现在拿回去重新修改，天黑之前就可以给您。好，果然领悟了我的精髓。都是陆管事您教导的好。这衣服真好看，我可不可以试一试啊？陆管事，您之前说过，顾客的衣服是不能……啊？不能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给陆管事穿。陆管事，好了。果然人靠衣装，这穿上去瞬间就不一样了。没想到你陆以灵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不过这衣服是不是有点大呀？这衣服不是你的，当然不合适。呀，
乔小姐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还不脱了吗？你是然哥哥的贴身管事，难道他没跟你说过，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碰我东西吗？盛气凌人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可惜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衣服是给你做的吧？哎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的一件衣服。哼，这衣服是给我做的，可是现在穿在了你身上。好好的一件衣服，配错了主人，自然是可惜了。哼，好马配好鞍。哼，云衣房什么时候改了规矩？允许穿顾客的衣服了。乔小姐，都怪我，是我没拦住陆管事。云衣房的规矩没有变，还请乔小姐千万不要告诉小爷，不然陆管事会挨罚的。哼，他当众羞辱我，我只是想按照云衣房的规矩让他把衣服还给我，可是他一直穿着，还说我的不是，那话简直不堪入耳。嗯，然哥哥，姨母说过，你比我大，事事都要有照应。其实语言受点委屈不打紧，主要是我怕这样的人会坏了你立下的规矩。让你吃手多，让你嘴巴毒，让你欺负人，这些珠宝配你身上也是浪费。这才对嘛，这下顺眼多了，这才适合乔小姐。白副管，你就把这衣服给乔小姐送过去，你告诉她素净的衣服最适合她了。这不好吧？嗯，哪里不好？我看挺好的，拿去吧。是。陆隐然这大臭东莞身边的人，要不就嫌贫爱富，要不就盛气凌人，没一个善茬。这次就当是他买的教训。走喽。陆管事，小爷请您过去一趟。好的。这个鬼地方，为什么每次我要走都得给我找点事儿？嗯。走。小爷，您找我？今日为何穿客人定制的衣服？原来找我是替那女人出头来了。好吧，那我就跟你理论呗。我穿她的衣服嘛，是我不对，可是他也不至于那样说话吧？大家都是人，凭什么他就拿出高人一等的姿态？我就是看不惯。再说了，衣服我已经改好了，刚刚也已经有人送过去了。云衣房任何人不得穿戴客人的服饰，这个规矩是你亲自定下的，如今你却带头犯规，难道不该有所惩罚吗？我好，你说怎么罚就怎么罚，明天我当着大家的面领罚便是。反正明天你也找不到我了。你主动认罚便好。那事情汇报完了，告辞。慢着。小爷有何吩咐？
东西呢？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小爷放心，云一路我已经到手了。作了一天了，还要继续吗？难道他说的是那些废珠宝？东西，我扔了呀，扔了。一边违反云一房的规矩，一边挑战我的耐心，看来是想仗着云一路跟我玩欲擒故纵。那小爷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以为我这次还会再被你摔一次吗？这时光荒凉。